你们这些嬴政的走狗，感受一下来自楚国相师一统的力量吧。没事吧？我没事啊。天明，小心！小崽子，你的人头就是大爷的赏金。整条手臂都麻了，这个家伙力气太大了。这些家伙明明是很弱的。可恶，我的手是在发抖吗？喂，小子，你磨磨蹭蹭的在干什么？在等大哥我来救你吗？可恶，我不要害怕。天明，你这个笨蛋，你还想不想成为大叔的帮手？你还敢说你要保护？小子，你还不算太差。小子，看不出有点你大哥我的风范了吗？放心，有我在，你们楚家不会有事。楚家还轮不到你来保护，你还是安心做我的小弟吧。别浪费时间了，嬴政的走狗还有多少？一起上吧。高渐离，将此之人，无谓多问。